使人脱离罪和死亡而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往耶路撒冷去。许多人因耶稣的到来而欢喜，他们宣告耶稣为王。是叫你的门徒安静点儿。我告诉你，若他们不欢呼，这些石头也要欢呼起来。天上有平安，至高处有荣。